欢迎大家收看 I Love Art 我爱艺术 Julie and Friends 特别节目，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 Lisa。 每一场展览都是艺术家的精华呈现，而策展人更是展览中不可或缺的主角。他们规划了空间的动线，那定义了展览的主题，串起艺术家和观众之间的桥梁。我们今天的来宾，他同时是一位策展人，也是一位艺评家，我们共同来欢迎张礼豪老师。Lisa 你好，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张礼豪老师来到 I Love Art 我爱艺术的一个现场。想请你分享，就是你是怎么样跟宛如画廊做了一个这样结缘的一个过程？最刚开始的时候是被邀请来写稿，就是撰写这个郭彦甫的展览的文章对，然后就有比较多的这个往来，然后后来宛如就说，有兴趣的话，或许也可以到这个空间来策展，因为其实我觉得宛如画廊在台北市，这个空间，然后包括地点，空间够大，然后交通也很方便，所以是很好的一个空间可以发挥这样子。对于策展人来说啊，就是能够在不同的空间里头，然后去把自己的一些想法付诸实现，都是很好的事情这样子。那老师还记得那时候郭彦甫的那个作品的一个内容？那时候好像是联展。就是包括宛如连建新老师几个人的联展，然后宛如就是希望找不同的写手来介绍他们的作品，然后从不同的视角或者是角度去做切入这样子。了解。那你还记得说就是跟宛如画廊合作的第一个展览？第一个展览应该是吕英昌小八的个展《移动的愿望》。我还记得就是那位艺术家他的作品是以家庭是一个核心的，对，他就是都把他自己的小孩放在就是那种放在画面里头，但不是那么具象的啦，就是他其实某个程度也有一点点包括涂鸦或者是比较行动绘画的那个概念，然后会把这个小孩的形象或者他们的想法附诸里头。那因为小巴自己也开了一个小的空间是专门经营非洲艺术的，所以他的画面的创作就是常常会被这些非洲原始艺术的一些符号图腾给影响。然后他的色调画作是不是也都是以黑色 为主调？当时那一个展览其实最大的一件主视觉确实是黑白色调，但是他的作品大部分反而都是比较缤纷色彩的。对，因为跟家庭小孩比较多的一个连结性。了解。那老师印象中最深刻在宛如画廊办的展览是什么样的一个内容？等于从吕英昌这个移动的愿望之后到现在，就过去这几年也陆陆续续策了两三档展览哈。那我觉得比较有趣的点就是，对于个展或者对于联展，我们的切入的角度不太一样。那有一次就是宛如邀请我跟陶文月老师，我们来面对所谓的东方媒材。不是纯水墨，就是现在在讲东方媒材，包括水墨啊，包括胶彩啊，然后可能有纸的，有绢的，有布的，这一些的就比较广义的东方媒材，这样子的一个媒材来切入，然后看看到底当代的创作者面对东方媒材有什么样子更新或者更多的想象，它跟传统之间有什么样的关系。那我觉得因为是陶老师先上，然后我在他之后，所以我们确实也那两次展览就会变成说，我跟陶老师当然有些认识的艺术家是一样的，那就会要变成虽然不到抢人大战，但是也要沟通一下说，不要同一个艺术家出现在两场就好笑这样子。所以我觉得那一场的这个过程也是有趣的。那我后来设定的题目叫做虚舟行。对，那虚舟行其实是从传统的就是诗词的这个典故来的。那虚就是虚实的虚。那因为其实从大概唐代以后，就是这种老庄思想非常的普遍嘛，所以大家看到诗词文学里头就有很多虚舟的这个概念，那可能就是当作说某一个程度的对于个人的这个自由的向往。但是来到绘画里头呢，就会变成它是一个符号性的东西，一直延续下来，尤其大概从可能宋代明代之后，你就会看到很多山水画作，对，常常就会有一艘船不系之舟，
上面也没人，然后也没有被绳子绑着，可是它反正就在可能在水上飘啊，然后那个东西其实是很明显的一个符号性的象征，然后代表的就是所谓这些文人们、文人雅士，他们对于自己怎么样摆脱世俗的一些枷锁的一个很好的象征，所以我就觉得说，那这样子一个文化符号、文化象征或者它的意涵，来到当代怎么样被当代的这个创作者所理解？所以那时候就邀请了六个艺术家，然后加入了这一档展览，然后就展出的也不全然都是所谓的山水绘画，对，那有一些可能还是有像风景啊，或很重复性的这种植物啊、花卉的那种形象。那我觉得某个程度就是这些概念到当代一直是不会变的，对，就是大家还是都希望某个时间点，尤其在疫情期间，某个时间点能够脱离、远离原本习惯的这些环境，然后到某个什么地方去，找寻一方属于自己的一个领域。它又没有那么的像所谓桃花源、乌托邦那么的虚无缥缈。对，我觉得就是那种短暂性的、暂时性的，然后我至少要离开一下，然后再回来，或许会更清楚自己的。就像我们会选择旅行的概念是一样的概念，就是说其实它本来以前的所谓的视角跟现在坐飞机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你在船上你可以看的就是真的是环境嘛，对，就你可以360度，对，上下左右看啊，可以看水里啊，但是飞机不行，只有一个框框，对，小框框，所以其实在船上的这个观看视角，我觉得那个是很特别的一个切入点，就是对于旅游或者对于所谓现实的逃逸，然后回到自己本身内在的这种反射，对，听起来是一个很棒的一个展览。那像这一次就是老师帮那个唐英哲老师，对，在台湾办了第一个个展嘛，对不对？那想询问一下，老师跟唐英哲老师这个过程中，你们是怎么样就是结识的这样子？唐英哲老师是先从北京，然后移居到香港，对，然后等于说是香港这边，因为前阵子的这些政治纷扰，所以他又来到了台湾。那这是第一个，就是说他的是不断移居迁徙的过程。那第二个人他比较特别，是他的身份，就是他其实除了就在这边，我也觉得说这个东西某个程度或许比较回复到传统的这种类别，说我们现在都在讲跨领域这件事情，可是以往或者说以现代主义的范畴来说，就是很多诗人会画画，作家会画画，或很多画家也会写诗，也会写小说，就是他们的这种泛文化圈或者泛艺文圈的这样子的这种角色，其实都是互相就是悠游在其中，并没有说我今天就只能当画家，我今天只能当诗人这样子。那这个东西在当代好像相对而言比较少，因为大家都讲求专业分工的结果。对，那我觉得有时候因为来到当代，越复古某个程度，或者就是越创新，或者是大家比较想要见到的。那唐英哲老师就是这个样子，他其实有兼具诗人，他也写小说，然后他也画画，就是他其实不同的这个身份在这个里头。那为什么会认识呢？其实就是，不瞒您说，我们年轻的时候也写过一些诗啊，对，然后自己所以是一个前辈取经的一个过程中。对，就是说其实我其实是一样住在淡水的另外一个女诗人前辈叫做严爱莲老师介绍认识的。那我们当然是因为诗或者因为文学结缘嘛，以诗交友。然后那因为唐英哲老师来到台湾之后，他就在定居在淡水山上这样子，所以就是等于说都是我们淡水地区的，然后就互相联络认识，然后就聊到这些事情。那我觉得如果纯粹以艺术创作的角度来说，或许他不算是所谓正式科班背景出身的，因为唐英哲老师算是半途，对对对，就是这样。但是我觉得来到当代或者艺术这件事情，其实看学历好像有点也不是那么的必要，我觉得他作品反而相对是不是像就是没有被科班这些框架给局限，某个程度来说我确实觉得有这样子的展现。
啊，想请问张凌豪老师，你当初在设定这个主题是切入点是是从什么角度去切入的呢？因为其实唐英九老师的作品，如果说是系列或者是类别，也有不同的面向嘛。对，说他其实之前在香港展的，其实就是完全以像人像、肖像的这样的一个主题切入的。我觉得那视觉冲击力是很强。对，视觉冲击力很强。一整排都是人的面孔。我们当然希望说，能够既然是第一次在台湾个展，对，能够让台湾的观众看到第一次问世的作品，应该也比较好。那毕竟那一系列的作品已经在香港展出过了，所以这次就决定以花园系列，然后还有那个某城系列，就是某个城市系列。来做一个组织结合，然后来变成这一次的展览的题目。所以这一批作品就是都是第一次在台湾，然后面对观众啊。因为这次的展览好像是一个巡展，对不对？唐英九老师的话，对，所以台湾是首展，是，所以我们也是第一批看到老师的这一批作品的。对，那因为接下来他也已经有谈了，包括北京的展览，对，花园它听起来就是很像很缤纷，色彩很亮丽的那种感觉。其实花园这一个词或者这个，它其实有很大的文化意涵嘛。就是你如果面对西方观众的花园哦，就是西方的住宅前庭后院，都要有草地啊，又种花干嘛？它其实某个程度是家的延伸。就我们在讲说，你看到花园，或者说像美国，你如果自己家的花园没有整理好，然后弄得乱七八糟，听说有些州还是违法的，对，是会被罚，会被罚的，说你这样子有碍市容啊，又有碍社区观瞻，所以其实这个东西就会变成说，哦，你是你家的延伸，对，你要给人家看到什么样子的。你的这个家屋的模样，然后或者说风格，我的性格，对，就会展现出每个人的性格出来。如果来到东方，我们的花园好像跟西方的花园又完全不一样回事。就是你有什么太湖石啊，或假山石啊，或这些日本的这种庭园造景，其实又都是完全不一样。你看日本的基本上完全都是很工整，很经过大家去修剪啊，去安排啊，就是非常非常的讲究。但是你当然某个程度就会觉得很人工，被雕琢过，对，雕琢过度。那我觉得其实中国的花园好像刚好介于两者之间。就它有一些东西，它也可以放任，植物自己去生长，然后有一些可能经过废墟啊，没有经过人的处理，然后展现出植物自己的生命力啊，然后或者是意想不到的这样子的，就是像种竹子啊，种这种攀藤啊，就是其实那个东西某个程度也不一定很刻意去照顾，然后可它会形成自然而然的风景。我觉得那个东西是不是符合？传统的中庸之道我不知道，但是以花园的这样一个文化意涵，好像比较接近这个样子，就它有人为的部分，对，可是它有自然的部分，对，对，然后这样子的一个不一定是和谐的，我觉得都是两个类型的东西，刚好在唐英九老师的这个系列作品里头，一些可以看得出来。就是说人跟自然的关系是怎么样子，这一直是很大的问题。对，就是所谓的共存，每个人给的答案可能都不太一样。其实是不一样。那进入到绘画，进入到视觉语言会是怎么样子，那我觉得这个也不用讲得太清楚。那我们希望观众来面对作品，然后来看看说，它可能是颜色之间的对应关系，或者是冲撞，或者是好像要抢谁要抢谁的这个领土一样，有那样子的情况。那也有可能大家想象的这种，因为他现在住在淡水嘛，我们三支这个樱花季开的也都很漂亮，就是他有来到这里之后，把当地的这些在地的一些风景，放进来的这样子一个形式，虽然不见得都是具象的，所以我觉得那样子的花园就有很多不同的面貌，然后这一个词汇也有不同的这种想象跟延伸。所以花园的定义是，就是其实每个人心中的花园都不一样。是。好的，那我们谢谢张凌豪老师的分享。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再请老师来聊聊策展人会面临到哪些挑战。
迎回到 I Love Art 我爱艺术 Julie and Friends 特别节目。那张立豪老师，我们知道您是一位艺评家，那同时也是身为一个策展人。那在策展的这个过程中，你会不会常常就是觉得说，会遇到哪些挑战点或是困难点？应该这么说，我觉得每一次策划展览都是很不同的经验，然后会遇到的问题也不一样。那这个问题的面向当然很多啊，就是说你可能因为空间、可能因为硬体设备、对，这硬体设备可能灯啊，这个挂画的这些工具啊，那才回到内容的部分。内容部分面对的是一个或者是多个的艺术家，然后才来提供说我们要在怎么样的一个空间里头，然后定调出自己的包括想法的实现，然后包括可能跟观众的一些在阅读节奏的这种掌握变化等等等等，我觉得都很不一样。很多细节层面其实是我们可能没有看到，所以是没有办法去看到它的问题。对，就是说其实尤其现来到当代，就是我们现在一般以前采取的就是就是进到一个画廊看一个绘画展、一个雕塑展，是相对而言已经算是比较简单的。那其实现在有各式各样的创作媒材跟展示的这些工具，所以那个在安排上面、处理上面其实都非常的繁复。那像这次就是唐英九老师的花园的这个展览、过程中，你有没有觉得比较遇到了一些比较困难的一些地方？我觉得倒不是困难的点，而是就是遇到个展，像跟唐老师的这种沟通，像老师本来也希望也要把他的影像作品放进来、那我觉得有些时候会怕失焦，或者说会转移注意力，这个东西也很难说，所以我们后来还是决定说，就是以这几年他的绘画创作为主。所以其实就是在沟通的过程也是需要花费蛮多心力跟时间。然后我们就会希望扣紧在这个花园与世界和解的这样的一个题目上面，这个大题目上面。那刚才我们其实提到的就是花园的这样的文化象征，或者是整个发散出去的这种创作的核心体质哦，那其实可能更重点的就是与世界和解，后面的这个部分，就是这个东西，我觉得在不管是现在还在疫情时代，或者是还在疫情期间，或者是我们说后疫情时代，我觉得是艺术可能某个本质上的东西是可以体现出来的。对，因为其实，在疫情期间，我们大家的就是艺术的工作相关的工作很多都受到牵连，就是你可能展览没办法定期，那或者说就算你硬咬牙办了，然后也没人敢来看，这些东西其实我觉得在功能或者功用或者效益上面都减低很多，而且充满了很多不确定性。对，那就会当然也会有人说，你看就是越是在疫情期间，大家自己安全最重要，谁还花时间去管艺术怎么样？可是恰恰我觉得在现阶段相对比较缓和的时候，或许就可以看出艺术在这种越是不安动荡时期的一个安定人心的力量或抚慰人心的这种作用这样子。那这其实也看得出来，就是说反而在疫情期间我们说卖的比较好的作品很多都是所谓的什么有疗愈系的啊，比较大家看的是舒服或者心情平和的，而且有很多所谓新的藏家加入到这样的一个行列，就大家都觉得说我其实可能挂一件作品可以让我的不管是我的家里产生一个精神的象征，或者说可以让我得到一个心灵的抚慰，对，就是艺术反而展现出它那种无用之用的功能吗？对。那回到我们这一次的主题，就是花园与世界和解的部分。那这是唐英九老师在台湾的首个个展。是。对。那这次的空间规划是有根据主题做区分的吗？第一个就当然主要是作品选品的部分嘛，就是说因为老师其实创作的数量还不少，然后也有不同的类别，然后我们就把它。就是我们以我自己觉得适合的，然后跟他讨论之后，我们把大概选了将近40件的作品 ，OK， 然后来呈现就所谓的花园与世界的和解是怎么样的一回事，大概是这个样子。那可是这里头呢，也还是有
有比较一些小篇幅的小篇幅的东西，像说它就是我的花园、有一系列作品是老师以我的花园命名的。那这个其实就比较符合我们刚才讲到的说每一个人对于花园的想象、然后灌注的这个精神的象征其实是不同的、那他自己不是科班，然后他有很多的这些在不同地方生活的这种经验。对，那这个不管像说像德国诗人里尔克讲的说诗就是体验、那其实艺术也是体验。对，或者说像米兰昆德拉说的生活在他处。对，因为只有在他处生活，所谓的诗，所谓的艺术，所谓的那个生活才会存在。可是你如果就因为这样不同的移居的累积，我觉得他看到的不管是就是各式各样的社会经济的就政治经济的文化层面的东西也都不一样、那这些东西都一定会在无形之中进入到他的是老师创作的养分。对、那他比如说这些并不是概念性的说我是概念先行，我现在想要做哪一个概念或者哪一个议题的创作所以我来这么做，而是无形之中把这一些整个个人的情感的生命的经验放入里头。哇，很有力量，很强烈，很饱满。是是是。那这次的主视觉是、听说是莲服，一件莲服作品，就是走到幻象中。幻象它好像是从这个马奎斯的小说里头来的，《百年孤寂》里头，《百年孤寂》里头的一个人物，然后等于说，这个幻象并不是就是鲁迅这样子的虚无缥缈的东西、对，我觉得那个东西也还是一样，就是说，对于我们艺术创作者回到最简单、最基本的一个初衷，我觉得你要嘛就是跟自己对话。对，要么就是跟外在对话，要么是内在，要么是外在。对，那这个外在当然可能是其他的人，或者是以前讲的，就像我们现在在跟老师的对谈，或者就是说，他在自己看待这个社会、这个世界、这个自然、这个宇宙的时候，对，他自己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对，那个幻象当然有充满比较，其实某个程度你可以看到，好像就是。这个花苞要绽放的那个刹那的集结，那虽然整体的这个色系就是很多背景色老师都是采用比较深色的这个选择吼，但我觉得就是做出一个对比戏，就好像那个生命力永远不会消失。对，那我觉得这对应到很多现在的状况，包括说俄乌战争这样的一个情形，我们可以想象说，好，你其实从那时候到现在才就是也几个月过去了，但是某些地方虽然可能被战火摧毁，但是就算没有人去重新把它整理，自然界还是有它自己的力量会生出新的东西来。那我觉得那个东西说不定生出来的这些植物这一些植被让就是要远离灾难，就是远离战争，然后抛家甚至弃子的这些人一个再回来自己家园的很大的动力。可能那个东西并不是他们来说哦回来之后才来整理的，而是自然本身的那个力量。对，然后来告诉他们说，其实你的家园依旧一直都在，对，一直都在。然后就是我们在这等着你回来。所以我觉得那个就是人跟自然之间的关系是很特殊的，不是说密切，就是它其实互相会感应、感召着。所以唐英哲老师的作品其实就有涵盖这样子的一个意念。了解。那这一次就是因为之后还会到海外巡展嘛，是。那台湾的朋友就是不要错过这一次的机会。那最后想请张礼豪老师帮我们推荐《花园与世界和解》非看不可的原因。因为是第一个是大家不熟悉的艺术家，我觉得可以让大家见到他的作品、他的诗。我觉得还是很难得的。对，第二个就自己要那个打一下自己的招牌，因为是我策展嘛，没有开玩笑。对，就我觉得就是说，我们都希望能够让大家看到新的艺术家，然后新的作品，然后让更多的观众有更多的选择的可能，或者说面对艺术面貌更多一种
就是像多开一扇窗的概念一样。嗯、然后或许我们不知道某一件作品，它就会跟你建立情感，跟建立关系啊。你会因为很单纯的，可能只是颜色上面的这些碰撞，或者说构图里头的这种想象，然后让你自己的生命经验或许某个程度也投射在里头，甚至你会觉得哎、欸，好像似曾相识，我有这样的感受。我觉得总是会有那样子的机会，嗯，就我们有多做，然后艺术家也创作，然后我们展览出来，就会一定会有那样子的机会、嗯。谢谢张老师的分享。那我们欢迎观众朋友在9月11号以前到宛如画廊欣赏《花园与世界和解》的展览，一起找到心灵的归处。I love art， 我们下次见喽，拜拜。谢谢，拜拜。谢谢老师。